你是梦梦吗？我是，你好。啊，我是李阿姨介绍过来相亲的，没想到你这么漂亮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我还要送外卖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来都来了，这么着急走干嘛呀？我之前也相过几次亲，都没看上我，你这么漂亮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先聊聊看嘛。如果聊得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先谈谈。如果聊不来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呀。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是送外卖的，一个月7-8千块钱。虽然我现在没车没房子，但是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一定会有的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看不上我吧。我可没说看不上你啊，我倒是觉得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。你不嫌弃我这条件吗？我之前也相过几个对象，我话都没说完他们就走了。这很正常呀，每个人啊都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，但是呢，只要这个人肯努力肯上进，这日子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当然啦，我理想中的男朋友啊，虽然说他不一定要很帅，但是呢，一定要有上进心，并且要对我很好，这样我才愿意陪着他。虽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保证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你看我怎么样？我觉得你挺好的呀。不过我们要一直这样站着聊吗？那边有个潮汕火锅，虽然店不大，但是我们经常去，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你要去吗？好啊，我最喜欢吃火锅了。那边有共享单车，我们骑共享单车去吧。不用骑共享单车啊，我们呀开车去。啊，美女，你看你还是一个老总，我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咱俩也不般配，要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哪有什么般配不般配的，只有愿意和不愿意。要不我们吃火锅去。走吧。